Hello， 各位球迷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新的时间战场内容，然后这边好、哦、时间战场，好，这个是挑战的时间战场，我们来打一下好了。好，第一阶段，第一名35秒，我看看有没有机会破他的记录。好 ，OK， 我还蛮喜欢打低等的时间战场，比较有成就感的，就是拼速度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开自动，对，我现在是开自动，自动加上我自己手动的辅助。好，我已经花了15秒了，天哪，可能没机会了，也不一定，很难讲。他已经花了28秒、29秒了。好，跑到下个点。ミスしたらどうしよう。気加減しないわ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我没办法破他记录。现在才出现王，天啊！燃烧的下级任务。哎呀，35秒是怎么打的？那么快？好，我总共花了，自动加手动，哇，我75秒。天啊，这个成绩有点不 OK 啊。好，还不是很熟悉。好，这个排名很后面哎，天啊。好，我先来挑战一下，有奖励，领一下。啊，这个就算是成绩很后面。一样还是有奖励的。我们来打这个好了，这个有挑战性的地狱守门犬克尔伯格斯。我看一下，目前第一名的话呢是1分12秒，全体排名，目前排名。U 啊，这个 U 讲的不是我啊，这个是 ID U 的人。然后这个是 Kona 的话呢是1分34秒。好了，我们来挑战看看。我看看我最后在哪个区间，我自己在抓了，我应该可能会2分钟左右吧，应该不自己没办法通关吧。やるか。すぐに終わらせてやる。真是，我真的对这种游戏啊不是很擅长，但是我还蛮喜欢玩的。虽然说不擅长，但蛮喜欢玩，因为比较像是在玩游戏的感觉。那至于玩 MORPG， 它比较像是在养角色的感觉，比较不像是在玩游戏，就是在培养电子机或者是养女儿。若葉の流儀式落馬。好了，哇，第一拳出来了，我花的时间不多，我前面小怪才花30几秒而已，应该有机会破纪录，而且他血扣还扣满满。希望打得赢，我可能打不赢的，天哪，啊，这个啊打不赢，因为他这个我的血剩一点点而已，没关系，让我看一下，他这个是不是跟光辉的攻防的地狱犬差不多强啊？不对，不一样，光辉的是绿色的，他这个是红色的。啊，有机会了，怎么说？他这个血跳的比较快啊，快多了。哎呦，怎么突然跳了一大格血？有机会，我有机会赢哎。つまらない相手だ。消えろ。我这个血，我赢了，爽！我速度超快的1分47秒而已哎，不得了，26名真的很厉害哦，真的蛮厉害的，1分26秒。我在想，应该是我属性队的关系啦，因为我的队伍的话呢，你看哦。我队伍有两只角色都是水属性的，
你看布兰奇水属性的，然后徐志宇也是水属性的，好，这两只刚好都是我等级比较高的啦，所以我有可能那么快是因为刚好属性对的关系啊，所以其实打他你说技巧嘛也没有，最主要就是属性配对了啊，这个应该就有机会前几名了啊，属性配对的话呢通关就很快啦，对话一下，这个对话就可以拿五个魔晶石啊，不无小补啊，这个一定要讲话的，拿来宝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很喜欢宝拉的那种造型，我觉得梅林费雪我比较喜欢，虽然都是女仆，但是我觉得梅林费雪比较好看啊，我个人觉得这是宝拉。对啊，不知道各位朋友觉得怎么样，我再挑战一次那个时间副本好了齁，这个冰之妖精巡查长，奇怪这一个我觉得我不应该那么慢呢，打过就打过，我们挑战这个冰之妖精巡逻队长。嗯，这个最快的20秒啊，我看看有没有机会看到他的车尾灯。这个也是低等的哦，高等的我就没有很喜欢打，我比较喜欢打低等的，我看看时间可以多快。冲！这个肯定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冲啊，不冲的话呢，这个时间就浪费掉了。我靠！三，这个是时间可能会来不及。哎，可以，让电脑自己跑。哎，通关啊！没有，冰之妖精巡的队长来了。我觉得我没办法破纪录了，这很明显要破纪录，而且还会很慢。到底我在慢什么？奇怪，我是有按到多余的动作吗？还是我不应该一直切换角色？好，也有可能是他太强了哈，排行榜第一名太强。好，我等我的那个名次啊，名次69名，好像也还可以的，哦，也还可以。好吧，就这样。好，各位朋友。那个有空的话记得要打时间战场领个奖励啊，然后突破自己的极限看看可以多快，看可不可以第一名。好，就这样，祝福各位好朋友玩得开心，拜拜。